土耳其政府日前清拆公园，触发群众不满，引发全国的反政府示威，持续近两个礼拜，日渐影响旅游业。外界忧虑示威造成政局动荡，令到投资者信心大减，拖累经济发展。有评论就指，总理埃尔多安是强硬派，如果不作出实质让步，乱局恐怕会持续。政府就話會陸續會見示威組織代表，企圖打破僵局，但堅持警方會繼續清場。亞洲電視記者劉永璇報導。歐洲中部水災持續，洪水直逼德國北部，官方話開始受洪。實習記者黃敏俊報導。喺德國，易北河嘅洪水流向北部古鎮盧恩堡。指揮人員話，易北河水位上升到9.61米，差兩厘米就創歷史新高。官方話災情轉趨穩定，洪水淹沒城區，沙包起唔到作用，救護人員排走建築物嘅積水，有300人要撤離家園。而喺匈牙利，多瑙河嘅洪峰經過首都布達佩斯後，直逼南部嘅巴塔，居民嚴陣以待，堆沙包防洪。當局調派200名士兵協助，預料洪水會慢慢退卻，繼續向南流向塞爾維亞，並派出100名士兵到當地協助。歐洲中部遭遇10年嚟最嚴重嘅水災，至今造成至少21人死亡，幾萬名居民疏散，德國更面臨100多億嘅歐元損失。亞洲電視記者黃文俊報導。咁喺赤柱舉行嘅國際龍舟錦標賽，有超過240隊本地同埋海外隊伍參與。係啊，咩參賽嘅建議咧？除咗力爭好成績之外啦，亦都悉心打扮，扮鬼扮馬嘅。喺新聞結束之前，我哋一齊睇下。好用心咯！中意你最中意邊一隊啊？最中意全部都中意。好好玩。好玩。講到喎呢句。那祝你父親節快樂，麼麼麼。冇啊，想同你講母親節快樂。母親節快樂，爹哋。母親節快樂。我女大個啦。2013每周感动人物，好人好事一一呈现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逆境而行，阮继志，小丑医生与孩子对抗病魔，杨少泽，免费膳食将爱献给露宿者，李美思，让爱送上，为独居长者维修长居，孙桂平，中国人寿海外呈现 ATV 2013感动香港周人物推选，星期日晚8:30本港台。亚姐竞选女获殊荣，幕后英雄用尽心思，从来真系做一啲选美 show 系未做过顶嘅，尝试真系玩无人驾驶，为 remote cap 内幕猛料逐一爆破。ATV 亚洲小姐竞选25届亚姐百人，今晚7:05本港台。长者生活津贴已经实施，而家系第3阶段接受新申请。有經濟需要的長者，夠65歲，沒有拿生果金或沒有拿傷殘津貼，可以透過傳真、電郵、郵遞或到社會保障辦事處提交申請。如果合資格，今年來申請，可以拿回由去年12月起計的津貼。如有查詢，請打3595-0130。
女神周慧敏行性感路线，理性做生意，免谈。我对数字是冷感，如果你要跟我谈数字、财政，谈三个钟我都是目光呆滞。准妈妈应采儿，老公照顾有加。你敢不敢觉得我是摇钱树？我心想，你不赚钱谁赚钱啊？总不能叫我大肚子去赚钱吧？星动亚洲今晚7:35，本港台。过百万观众以酒会友，基本上如果佢系列咗为高风险，就唔会影响其他人啦。杯中有真言，尽表精英境界。而家美欧嗰个关税已经系好低嘅，会唔会令到美国咧一定要做啲嘢做反应？论时政，还看把酒。关注时政嘅嘉宾今晚现身，潘耀明探讨嘅议题系从钱钟书手稿拍卖看保护版权。唐宫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特约把酒当歌，今晚11:00，本港台、亚洲台两台同步。欢迎收睇《太快讯》，有梁善影。美国职业篮球赛总决赛的第三场，马刺以113-77大胜热火嘅，喺七场四胜的赛制之下领先场数2-1。跟住睇下皇后会杯网球赛，男单第三种子阿根廷的迪普组晋级第三圈。张志豪报道。面向镜头，阿根廷的迪普组在第二圈对住西班牙的马里尔，伤愈复出的迪普组放个短波，令到失晒位的马里尔无力挽救。但迪普组今场表现颇为起伏好大，第一盘双方打到6-0，可惜马里尔未有好好把握机会，呢一球波打出界，迪普组决胜局赢细分7-5，以7-6先下一城。但迪普组在第二盘表现急转直下，被马里尔以6-1轻松追花盘。到咗关键第三盘，双方着拉锯局面，迪普组及时回用，兼且采取主动，最后险胜7-5，以2-1嘅盘数晋级第三圈。至于另一场，大帽六号种子美国昆尼同斯洛文尼亚嘅贝达尼同样要打足三盘。贝达尼虽然赢到呢一分，但跣低咗。比赛一度因为落雨中断。结果昆尼以7-6、5-7同7-6淘汰呢位非种子球手贝达尼，晋级第三圈。亚洲电视记者张志豪报道。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十强赛 B 组的日本以1-0险胜十人应战的伊拉克，以小组首名晋级决赛周。83日日本上场逼和澳洲之后，已经提早攞到世界杯决赛周的资格，今场对伊拉克只是例行公事。虽然不是强阵出击，但仍然有很多威胁攻门。两队首回合交锋，日本小胜1-0，青武云自起脚散到人质，差点可以领先。他之后转为助攻，大脚传给夏云，浪费了些机会。下半场就轮到这一组鱼腩部队伊拉的反击，这次的攻门过不到日本门将川岛永志。今场伊拉克只要赢波还有一丝希望晋级，但完场前9分钟出现了变化，艾杜斯克拉被球证以2-1逐离场。慢镜睇翻啦，艾杜斯克拉倒挂踢中了伊野波瓦彦。踢多个的日本就把握机会快速反击，远藤保人交给冈崎慎司打破僵局，最后小胜1-0。日本赛后以17分完成小组赛。阿根廷甲组足球联赛，纽维尔旧身5-0大胜圣达菲联，嘅赛后排喺榜首有3分嘅领先优势。由张志豪报道。红黑衫嘅纽维尔旧身凭住麦斯洛迪古斯喺31分钟透脆顶向远处，领先圣达菲联1-0。麦斯洛迪古斯入波之后异常兴奋，又打筋斗又踢广告板。到完半场前2分钟，队友伊拿斯奥史高高第一脚被挡出，冇放弃，冲前再补多脚，半场领先2球。换边后，纽维尔旧身嘅攻势仍然一浪接一浪，曾经效力过多支欧洲劲旅，例如曼联同皇马等嘅现时插入咗近处，喺换边后不久协助纽维尔旧身领先到3-0，大局已定。而對手聖達菲聯無力反抗之餘，就繼續挨打。紐維爾救身的麥斯洛迪古斯在71分鐘個人攻入今場第2球，4球。